赛本来就是这样子啊。对啊，已经尽很多力，很棒。现在要过半了，然后这边是身高，我是170以上170以下，应该是系组吧，人最多的。我一个人，舞台摄影机，你看他们，就是我代言的阿鲁的，对啊，大家赶快买哦。我的那个照顾代码 MOMDO0718。我比较紧张是，我会不会变矮？我上一次我第一次冠状杯的时候173.8，然后 IFBB 变成是172，然后我爸这一次是没有170。哎，怎么会越来越矮啊？等一下，好的。看吧，我有170，我还好吧，把那张图，别讲170，你真的很尴尬。啊 ，Peter 来了，你是178嘛？对。等一下，那个174，在欧巴欧健。174会几个人？30。哇、wow ，那这样怎么站得上去？啊，好像就跟去年一样吧，分两个。你们是几个人？我也不太确定，有点少人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拿第一名，就是谁来都一样。哎你看吧，我们两个都有自信。对。好，加油！然后海上见。嗯。海上见。好，海上见。OK， 拜拜。王师傅 ，Jason， 我的很好的伙伴，我的目标，你看他的手臂。我以为是自己很粗，然后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好像好小朋友一样。他也 IBB 嘛，今年。对 ，Nandy IBB 高雄，对，李贝勋也会去，然后我本来不想参加，但是他们去好像要去一下，所以波波一定要参加。好，是啊，等一下上台了。给大家看40岁的大师多强。我的仙人掌啊，上色。Free workout， 来吧，下。虽然是大家对手，但是大家是朋友，不像打拳。我比较喜欢这样子，而且就那个来比赛的大家很那个厉害，我觉得那个准备的过程这是我自己的尊重。哎，我要双人双鞋。对啊。哦，靠！哎呦 ，Oh my god！啊哟，快高潮了！哇，你的肩膀，快的！哎呦，然后夹最后一个大力的，有吧？有，整个爆出来，有，第一了吧？有，第一了，欧巴欧健，第一，加油！好好玩啊，好开心哦！就后台就是看到半夜，就我觉得很棒，这回乱，对，他就会比较让你整个胸胀，有吧？热吗？哦有哎、欸，有，哦这好厉害哦，有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怎么那那的感觉？欸、如果碰那个碰到机器会痛哎、欸，直接站起来。
看吧，可怕了吧？阿瑞，进来，我打你，头上，好了，你全部进去，太挤了。干头晕了。T 三过来，T 三打，叫外卖进来。完蛋，头晕。来，七六八前面，来，要上了，要上了，要上了，要上下次，
就这样吧，尽力了。不要害呀、啊！干嘛干嘛这样？干嘛这样？下次下次。不会啊，你就已经被call out就是屌屌的、啊。我在下面叫超大声的、欸。我听到。下面叫超大声，然后因为我坐比较后面嘛，然后我还站起来拍你，然后叫超大声，旁边人就。好难哦。哎 ，OK 啦。还有两个礼拜还有一场，两个礼拜。后面还有一场。桃园没有那么大。还有啊，所以还有机会啊。我觉得自己觉得，我刚刚一个 Mr. Posing 就是那个 side pose 的时候握拳的。这我觉得小地方，但是我说实在的，刚刚那些底下整体看，我觉得你这一次又比上一次更进步的是，你这次 posing 修得很好。嗯，我已经真的修得很好。那个 Zack 跟大家一起的，每天被骂的要死。对，这次 posing 是真的修得很好。然后我们就先不提什么肉量状态这件事情，但是你已经看到这个地方，我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。棒，很替你开心，很替你开心。而且你这次 pose 一出来，背拉出来，然后肩抱出来，因为这是模仿你啊，模仿又模仿我，干又模仿我，没有啦，就是其他两位前辈，我觉得就是也把你修得很好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待在那个地方，好了好了，比赛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对啊，已经尽很多力，很棒，对啊，好了好了。再好，就稍微再休息一下，反正一两个礼拜还得搞，我再去看你，好不好？我再去看你 ，OK 的。